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《极限竞速：地平线四》2021年最新的刷技术点、刷 CR 的方法。实际上，这个方法呢，在2018年游戏首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我也做过视频啊，但是现在找不到视频了。我身上这么多技术点还有 CR 呢，只是靠游戏首发的时候呢50圈环岛来刷的。那时候呢15秒就可以完成50圈的环岛了。当然了，这个 bug 已经被修复了。那时候确实是挺爽的啊，大家都天天都在刷。今天分享的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，你刷的技术点呢可以留着，或者说也可以换 CR， 还会获得很多抽奖的次数。首先呢，你需要一辆极速技术加倍复杂 Edition 的车，也就是极速 F1 车辆。在这里呢推荐玛莎拉蒂 MC12， 当然你用其他车辆也是可以的。技术点的话，你没有必要像我这么浪费全部都点，你点你需要的就行了。然后改装的时候呢，建议不要动前保险杆还有尾翼，就保持原厂的就行了，保证极速。接下来打开地图，来到这个冲刺赛，加入这个赛事单人模式，接着打开自定赛事，然后切换到经典巨作。在这里有两个非常热门的蓝图，一个是五圈，一个是一圈，你们选哪个都 OK。那么我就选这个五圈的给大家来看一下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玛莎拉蒂的 MC12 真的是很好看，而且呢现在是 4K 画质，特别美。这种葡萄籽的渐变再加上光线反射，真的是很赞。接下来难度的话，能开多高就开多高，有 100% 多的 CR 加成。你不用太担心，你肯定是第一名的，因为敌人太蠢了，他们只会走既定路线。而这个蓝图呢设计了很多弯道啊，那些敌人呢只会走弯道，而你呢直接走直线就好了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一圈是怎么跑的。正常情况下呢，你一圈能拿到16个技术点，那么呢五圈的话就可以拿到80个技术点。如果你续命长一点的话，那么那一圈可以拿到20个技术点。
好的，以上呢就是一圈的演示啊，一圈怎么跑？当然了，这也不是跑得最好的一次。那么呢，我们直接跳到最终结算阶段给大家来看一下。CR 的话拿了25万，影响力的话拿了6万8，然后还升了一级，还拿了一个抽奖啊。现在是公路竞速赛第25回合，然后又升了一级，还行。这就结束了这个五圈的冲刺赛，然后呢又给了我们10个技术点，这估计是最后一圈刚跑完的时候，刚到终点的时候没有显示出来的，现在才显示出来。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多少个技术点，896个。在比赛开始之前呢，我是813个。接下来我们去买一辆车，就比如说保时捷的911 Turbo， 这辆车可以把技术点换成 CR 的。当然你也可以选其他车辆，很多车都是支持把技术点换成 CR 的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去拍卖场买这辆车，但是并不是很推荐，因为也许别人卖的这辆车已经点过了那个技能了。接下来你就可以增加影响力，换 CR， 换抽奖什么的都可以。我这个800多的技术点呢，是之前挂机刷出来的。2018年的时候呢，我有写过一个蓝图，就可以挂机刷技术点，连油门都不用踩。当然了，这个已经被修复了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就点个赞，加个订阅哦，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。好的，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